是你，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了？是这个小猫，它淘气跑到树上去了，就被树干卡住了。我也就是上去救它，脚一滑就掉下来。没事吧？幸好有您的马车，才救回了我们两条命。我是说猫。 我好像把您的马车给砸坏了，这马车很贵吧？你说呢？不过看在小猫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也当时还了鬼市的人情。我也没有钱赔给你，那我就替小猫赔你一朵花吧。为何送我花？就因女人是只开一度的花吗？当然不是了。 这朵花的花语是好运降临，也祝姑娘万事顺意。嗯、臭小子，好大的胆子，还不快下来！那姑娘，我先告辞了。柔仙哥哥，来，小猫给你们。哇，谢谢柔仙哥哥。 抓好他，别让他跑了。嗯，柔仙哥哥，你真厉害！让他多。哎，姑娘，嗯，姑娘这身衣裙好美啊！这是我们边陲部族祈福舞蹈的传统场景。舞蹈？你要跳什么舞啊？不是，有位客人就爱看，我专门跳给他看的。是谁啊？金吾卫大统领商别里。 每次都叫我穿这身，在纱帘后面跳舞，从不打照面，赏钱却是丰厚。这岂不是美差？嗯，这位大统领性情乖戾，怪吓人的。呀，我该去了，晚了，商统领要发脾气的。这位商统领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？ 家爷的部族对宿敌的部族开战，他也是穿着这样，为战士们助威。我就是一眼就被吸引了。家爷，家爷，家爷。 商别离暗恋家耶夫人，还好江新白在河蛮写给我的地址，我撕碎前看了一眼，堂堂总捕，越江郡王，还真是一个家谱都没有。江新白，你就是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挺热闹啊！上头领，江湖救急啊！你是谁？口气不小啊！在下是金吾卫统领，商别离。你又是谁？我是童三儿。是个外族人，外族人一样没有优待，只要不守法度，一样从严处置。住手！ 站住！上当哥，完了，金无畏不会把我们抓走吧？商统领，今天是我跟小妹闹着玩呢，绝对不是私斗啊！是不是小妹？小妹说话呀，妹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？还戴着面具，他会不会是我的小哥哥？我去看看。 这也是闹着玩啊！他调皮吗？聚众闹事，带走！是。好姐妹是吧？也不是很熟。一并带走。 刘公子，你帮我看看呀！哎，好，这个是您的，用来美白。刘公子，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吧。这是去痘的。这个呢？这个是抗斑的。刘公子，哎，你来。哎，刘公子，你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怎么用啊？这个直接涂手上就行，你在手背上擦一遍，你再看看，是嫩肤用的。我要十分，我也是。每个人都有，你们先试着，稍等我一下。 宗家，货柜上的货已经差不多卖完了，你等下记得收账就行。啊，柳若谦，对吧？嗯。你为什么那么想来花想荣做工啊？因为凤见过。坦荡，我就欣赏你这份真诚，我。多谢宗家。 这些东西，哎呀，诸位贵客来我这结账啊！不要多学学，就这个，真的。嗯，东家，东家，东家，你看，若谦他叫我看书识字，还告诉我店里的药膏都叫什么，这是我刚刚写的，你快看。嗯。 东家，哼，叫的挺顺口啊。东家，三儿他特别灵透，是一点就通的那种。虽然他不识字吧，但是从小在山野里面长大，认识各类的花草香料，比我在医书上面学到的还要全呢。认药膏主要讲究的是主材，三儿他鼻子一闻就知道是什么。我遇到不认识的，还要请教他呢。 这个呢是七白膏，它的主要成分有香白芷、白术、白灵、白附子、白茯苓等几味，它的主要功效是滋养肌肤。对，滋养肌肤，对暗沉的皮肤有增白的效果。总的来说就是美白，对吗？但是，这个呢是神仙玉女粉，它的主要成分是玉母草。 功效呢？这小丫头，祛斑，鼻子闻一闻，配方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，嘴皮子也挺伶俐的，还能记住这么多药材。哎，你们两个，一个粗野，一个文雅，倒还挺合得来。哎，三儿，你那幅画啊，我修复还得一段时间。既然你已经开口叫我东家了，不如就暂住在我店里吧。真的？